我是大东北。今天这个视频呢，还是一个宠粉视频。有一个粉丝给我发来私信，他的尾数是7721。他说呀，大东北，我给你推荐一家手擀面，啊，有机会你一定要去尝一尝，在先锋路北车集团对面，他家超级的火，黑色牌子，我感觉他家秒杀哈尔滨所有的手擀面，你开车几十公里你都得去尝一尝。走吧，他既然这么说了，咱们就赶去尝。走吧，走走，挺远，还堵车。赶紧出发，咱到了啊！先锋路上的北车集团就是那个对面，他说北车集团的对面就在这儿，这不废墟吗？一片废墟呀！啊，不对不对，那儿有一个，那儿有一个黑色的牌匾，手擀面，在那儿呢。来来，走走走，咱们上那儿去。啊，他家挺有名吧？对，不错，是吧？我这也感觉不错，也是粉丝给推荐的。啊，拜拜啊！拜拜。哎呀，碰上了粉丝。粉丝大哥也是，说他家不错，确实挺有名，应该是。啊，屋里装修吗？这张车可以吗？这装多少面？那啥面？就是咱家特色面呗。羊肉、羊杂、牛肚、麻辣。就来那个羊杂面呐。羊杂也行。不是，羊肉面。羊肉也行。你家干多少年了？10多年了。就在这儿，是不是？前面原来的前面那个扒了那会儿，对，他说你家一个黑色牌匾就找到你家，手擀面，面是自己亲自擀的，对，就这儿，这有那个就是远的地方来的吗？你也不知道，有啊，有在江北来的，江北来的，还有个平房过来，在平房过来的，对，那看来你家一会儿尝尝吗？看好不好吃？你家有熏酱啊？有熏酱。就是啊，有一个豆卷，对，豆卷有牛肚。啊，我说一进屋这个熏酱的味儿特别浓，就是这个干，对对，就这个味儿，啊，这豆卷这个味儿啊。对。啊，给我来一根。对。这豆卷多少钱呢？6块钱一盘。一盘两个，6块。对。价格可以，价格可以。里边带肉馅的，肉馅是羊肉、猪肉啊。猪。啊。哎呦我的。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，吃到嘴里呢有豆香、肉香。这个不是这个，我为啥吃这个干豆卷这么软，就感觉用水焯过、用水煮过似的呢？就是搁鸡汤煮。啊，用鸡汤煮的。啊，我说嘛，你别看呢，它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熏干豆卷，它做的时候非常复杂，用鸡汤煮，啊，完之后熏、蒸，还得加肉馅，非常复杂。来了来了来了，哎呀，这一碗盛的这个汤啊是奶白色，看不看见？哎呦我天哪，这羊肉这么多吗？手擀的，这面纯纯手擀的。那大碗多少钱呢？一大碗呢？13。就加这么多肉13块钱？对。哎，真实惠。好。哎，这里边汤是羊杂汤还是羊肉汤？牛骨汤。牛骨汤啊。好吃，我一点没撒谎，真好吃。面呢吃到嘴里非常筋道，满嘴的肉香啊，汤牛骨汤，肉羊肉条，满嘴的肉香加上面的筋道，好吃，太好了。咱们拍视频拍了3年吧，他家这种面真是第一次吃啊，真。刚才那个粉丝真是没骗咱们，他家面确实不错。你看他家这个手擀面呢，宽窄不一啊，有细有厚有薄，你看这个这么厚，明显就不是机器压的。有的家啊说是手擀面，其实呢都是用机器压的。挺贵，可以，这趟没白来。这是麻辣面怎么改良了你啊？这上面放了什么？牛肚。牛肚啊？就加点牛肚。麻辣加肚。麻辣加肚。嗯。啊，就多少钱一碗？这个？13。13。一看就有食欲。没有发现豆芽。哎呦，真好吃。不错。但是跟哈尔滨麻辣面完全不一样，不像是麻辣面，豆芽也没有，但是味道可以啊，味道可以，牛肚的味道也特别浓，
加上还有牛骨汤，还是不非常不错的。嗯，加这些肉卤啊，非常提香，还是可以的。吃完了啊，他家呢就是远点，他家的面呢非常有特色，特别那个干豆腐卷特别好吃，还是值得推荐的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吧，喜欢我的视频一定要关注我，拜拜。